让我们一同来敬拜赞美主，跟大家分享诗篇118篇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，在义人的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。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，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。让我们一同来宣告，我们的神是大能拯救的神。哈利路亚，我们都来敬拜赞美他。慈爱领导我，人人都需要宽恕，都需要救助恩赐，欢迎我身有大能拯救，他有大能拯救，到永远他是救恩主宰，他复活战胜死亡，耶稣战胜死亡。哈利路亚，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他。接纳我，除去恐惧失败，再次充满我，我献一生来跟随，所有信靠的一切，我想呼吁你。荣耀归于复活的君王。
宣告，我神有大能拯救，到永远，他是救恩主宰，他复活战胜死亡，耶稣战胜死亡，救主他可以开大山，我神有大能拯救，他有大能拯救，到永远，他是救恩主宰，他复活战胜死亡，耶稣战胜死亡，救主他可以开大山，我神有大能拯救，他有大能拯救，到永远他是救恩主宰，他复活战胜死亡，耶稣战胜死亡，他复活战胜死亡，耶稣战胜死亡，他复活战胜死亡，耶稣战胜死亡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一起来宣告，我们的神是大能拯救的神，他已复活，他已战胜死亡，他是我们救恩的主宰。哈利路亚，哦，愿主来发光，愿全地看见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主。当你的儿女在这里来敬拜赞美你的时候，当我们在这里谦卑来寻求你的时候，求你睁眼看侧耳听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欢迎你，愿你的国度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让我们一同在这里谦卑地来寻求你，在这里求你设立你的宝座，求你充满在这地。神的国度从天降下来，神的光辉照亮在这里，荣耀尊贵围绕在宝座前，圣洁荣光遍满在全地，神的能力从天降下来，神的荣美彰显在这里，天使天君匍匐在你面前，大能同在，充满你言语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荣耀同在，充满在这里。寻求你，在你殿中与你相遇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恩典能力充满在这里，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，将当得的荣耀全都归于你。是的，主，我们在这里。神的国度从天降下来，神的光辉照亮在这里，荣耀尊贵围绕在宝座前，圣洁荣光
遍满在全地。神的能力从天降下来，神的荣美彰显在这里，天使天君俯伏在你面前，大能同在，充满你殿宇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荣耀同在，充满在这里，让我们谦卑寻求你。在这里，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，将大能的荣耀全都归于你。哈利路亚，荣耀国度充满在这里。
充满在这里，让我们谦卑寻求你，在你殿中与你相遇。
上我生命全部，我要回你都陪我走过，你也正在工作。主啊，不管人生的高山或低谷，主，我们相信你都在工作。让我们再一次回转到你的面前，让你的儿女来到你的宝座前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属你的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让我们再次说：主，我属于你，我渴慕你，我生命每时每刻。生命每时每刻你都在工作，在人生高山低谷你陪我走过。一起来宣告，我看见你的同在是何等荣光照耀，祝你的家里来工作，在我的小孩身上来工作，让我们再一次回转到你的面前说，主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生命的全部，你是道路真理生命，主，你是道路是我心真挚，主，你是真理使我心自由，主，你是生命满足我心灵，你是主，你是真理
我救主，主你是慈爱，拣选我属你，主你是信实，供应我需要，主你是全能，掌管我一生，我的王，我的神，我爱你，我要来宣扬你奇妙救恩，每一时每一刻每一日，我要来经历你爱的大能，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，主你是道路，是我心真实，主你是真理，是我心自由，主你是生命，满足我心灵，你是主，你是神，我救主，主你是慈爱，拣选我属灵，主你是信实，供应我需要，主你是全能，掌管我一生，我的王，我的神，我爱你，起来宣扬，我要来宣扬你奇妙救恩，每一时每一刻每一日，我要来经历你爱的大能，每一分每一秒面前，我们要宣扬你奇妙的救恩，每一时每一刻每一天，因为主耶稣你就是我们的道路，我们就有路可走，耶稣你就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就可以享受丰盛的生命，你就是我们的真理，有真理我们就能够得以自由，得以释放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，我们就要来遵从你，敬拜你，赞美你，因为只有你是这位坐在宝座上坐作为王，直到永远，坐作为王直到永远，你要将你的能力力量赐给你的百姓，也要将平安的福赐给你的百姓，因此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来到你面前，我们再一次遵从你，将我们的全人全心完全交在主你的手中，好不好，弟兄姐妹？这时候，不论你是在家庭里面，或者是在荧幕上观看的听众或者是观众，这时候请你开口一起来为你自己来祷告，让我们心中里面真的确定说，耶稣基督就是你的道路，
就是你的真理，就是你的生命。因此你可以胜过一切的困难，你可以胜过一切的拦阻，因为耶稣基督可以为你开路，耶稣基督可以给你丰盛的生命，耶稣基督可以叫你得完全的自由，从恐惧害怕当中得以自由。我们一起开口来，我们自己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主你是我的真理，主啊你是我的道路，你是我的生命。因此在你面前，主，我说主啊，我单单来依靠你，仰望你。主啊，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奇妙的救恩要临到每一位每一位在你面前的人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哈利路亚。是的，亲爱的爸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再一次尊崇敬拜你，因为主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的阿爸父。哦，主啊，你是我们的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我们单单的来依靠你、仰望你。在这非常艰难、困难甚至灾难好像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心紧紧的来仰望你，紧紧的来连接于你，知道说主你奇妙的救恩要向我们彰显，你亲自用你的宝血来遮盖涂抹我们每一位属于你的人。在这个时刻，主，我们在你面前把我们自己全人全心交在主你的手中，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，你要将力量赐给我们，你要将平安的福赐给我们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主耶稣，我们再一次要对你说，耶稣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爱你，因为你先爱了我们。谢谢我们的主，听我们在你面前同行的祷告。哈利路亚。